月黑风高夜，拍满超级跑车，唔系车手要午夜飞车，而系知曲儿要喺度拍 MV 啊！报道话你咧好似贵妇，我而家终于都明啦。唔系啦，这个系车主会好贵啫。咁但系其实呢一次咧真系好感激呢个跑车会咧去鼎力支持呢一个第二首嘅派台歌曲，叫做《夜光漫游》。超跑拍 MV 仲勾起 Venus 好多难忘回忆。其实咧，哇！今日见到咁多跑车之后咧，我突然间谂起我以前嘅美国生活啊。因为我留学嘅时候咧，系好中意炒跑，好中意揸跑车嘅。跟住就喺美国嘅山上边咁样片车。咁其实翻到嚟香港之后，特别我而家系妈妈啦。咁呢啲咧就已经变成我嘅幻想啊。咁啊，我系啦，回忆噶啦，即系今日。即係圓夢啊！即係可以令到呢件事重新再顯現出嚟咧。哇！仲要係咁靚嘅，即係個拍攝嘅環境之下，所以今日一定會好精彩啊！